我是子怡，今天我们来到了爱情小镇。说是爱情小镇，这一局并不是来寻找爱情，而是来拆散爱情。现在有一个三级甲，这个盒子居然没有枪，并不影响。上面有个脚步声，这个人跳来跳去，难道是数步子的？跳着跳着发现一个人，他肯定很慌张。面前的房子还有一个，先把它补了吧。此时他的队友一定是非常非常愤怒的，瞄一下窗口，说不定就跳下来送死。果然，看名字应该是情侣 ID， 那好，夫妻双双把家还，可以捡一下包。这个人还挺肥，是一个勤劳的快递员。最后我们去豪宅再收一波快递。面前这个人先扫了一梭子，虽然只打中一枪，但是也成功打出气势。左手边也跳过来一个人，先手把他反杀掉。后面这个人也残血，他找掩体去了。结果他这个人好像是对着空气一顿乱扫，秀了一波杂技。这两位老哥有点给机会了，来了暴风雪之后千万不要安安稳稳的这样去烤火，很容易就被沦为别人的猎物。像子怡这种会玩的人，暴风雪越来我们应该越去找人打。后面这个人还想烤火，想找温暖，先把他补了。不能找温暖啊，现在是暴风雪还找温暖。面前这个房子人露头看了我一眼，那要付出代价呀。这个人当着我的面换枪，是不是被我吓到了？难道我有股王霸之气？面前有两个人挑灯前行，先手刀子一个，还丢雷。对面这个煤油灯是暴露了他自己的位置。哎呀，这个人就在面前啊，我看到他了，他也在看着我。这一波直接爆肥了，舔包也不需要舔了。面前有一个人正在烤火，给他来个惊喜。烤着烤着，突然窗外飞进来一颗手榴弹，啊，死了。如果没有房子挡住，估计这个人会被炸飞。没了。什么？现在队友需要我的帮助，来，给你两瓶止痛药，快点打药啊，不打药你就没了。啊，他倒地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也没药了呀，现在好像是救不了了。兄弟，要不你再把这个饮料再还给我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骑着摩托我先溜了。继承队友的遗志，我们决赛圈加倍努力，快点，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出去。成功抵达到决赛圈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。他面前有个人，先手扫，非常稳，把他补了，不要给他机会。决赛圈现在子怡已经暴露位置了，面前还有一个。这老哥跟我们耗下去，肯定我们是没有好果子吃的，下波圈已经缩了。他还在打架，我就不信他能打到我。面前有个 98K， 他居然在哪儿？我找不到他，好像是前面的石头，注意提前预瞄。结果这一波妖色散度好大呀，还好一丝血把他反杀了，先把他补了。不对啊，后面好像也有人啊，这里应该安全很多了吧，没什么问题。到了最后的决赛圈，看到前面有一个人，没什么机会。到决赛圈这些人都贼得很啊，让他吃颗手榴弹。丢到过去之后好像发现啊没炸到。什么？附近有个伏地魔，找掩体把他做了。这伏地魔再准一点就没了呀，后撤一下，万一这个人再想丢雷炸我。面前他好像想跑毒，那既然不是天命圈，那只好送他一程。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